嗱，其實我都唔理阿朱文雞，嗱啲唐人咧要一呼呼咧嚇，後坑住去講馬來話，去學馬來話，佢哋聽到一講馬來話，一學馬來話，嚇嚇就覺得好攰啲，好攰啲。朱文雞係暗用嘅，你阿啲我知道，馬來話不哈是馬來西亞，係我哋嘅國語。啊，用我哋身為馬來西亞子民，學好國語，係我哋應該做嘅東西啦嘛。朱文雞暗用坑住咧，點解理由咧？阿姐唔喺岩洋講嘅，學馬來話要乜嘅好咧嚇？喺馬來話喺馬來西亞咧，老細安記都用唔到。誒，阿人講安記用唔到波浪嚇，我今日同你講啊，阿啲巴西馬來西亞啲馬來話唱安記幾年好用嘅嘛，尤其係喺啲啊唐人多嘅極噶，比如中極啊、香港、台灣啊，用唔用幾年好用咧？嗱，點樣解釋本嚟聽？嗱，有時我哋出到嘅嚇，我哋愛講人家廢話，行喺最得不慢，我哋啲毛理要用華語講嘅嘛，人家有聽明白嘅你啊嘛，廣東話、客家話、福建話，分分鐘咧夾到也係有聽多少嘅啊！英文咁是講咯，所以講呢個詞條咧，我哋巴西馬來西亞國語派上用場啦。但是比如我哋出到外極，我哋搭的士，一上的士啊，披到一條的士佬，每頭拗連超。嗱，你將毛料要切條刀，刀頭刀面喺面前講，個司機好撚臭喎，個司機，我啲司機都會得很粗喎，唔得銀用啊嘛。因為今日阿蚊子咧，馬來話，亞洲最後用馬來話嚟溝通，講嘅時候咧，一面帶笑容嘅，不要給那個司機誤會你。誒，你本嘅啊，冇上不熟個字吧呀？啊，我差唔多攔住打得出去第二下啲喎。呀啦，特別打下本的啊，辦個啲不加定急啦。哇，要乜不加定急咩？乱巴拉嗦！哎，不叻，有冇不熟阿达冇巴拉？啊，司机大哥，麻烦你开开那个窗可以吗？啊，为什么你们开窗啊？外面天气这么热啊，我们想呼吸你们外面的国家的这个新鲜空气啊！你们国家的空气很新鲜啊！他眼前都唔明白我就讲埋了，你那啲巴西马来西亚用途啦，唔好冇。再大一比如，我就去卖东西，啊，一个东西好连贵啊！哎，不叻。你把人马哈什么人拉多少几百几多少的不利啊？恩巴拉多少就？你要应该记得啊，挨边一干就不叻。哎，哪里哟？不给来等不等哦。OK， 进来进来进来。啊，我们身上还没有换你们钱，我们先去换钱，先再倒回来买。好，我等你们啦。不叻应该记得说嗨呀，几年好用。所以唔好再讲下啲巴西马来西亚咧吓，从我嘅冇用到，其实真系好年好用嘅嘢嘛。好多一种语言对我哋来讲系好好用途嚟。嗱，條仔你又看到冇？其實我講馬來話嘅時候係冇字幕嘅，做乜計咧？因為我嘅朋友唔好聽，人哋看唔到，見唔到我哋講乜計，人哋聽到咧真係防人哋唔係你聲音 call 咧，明白冇？又掂掂就好啊！將呢個 video 寫出去，本人家知道學馬來話重要性，唔好再同人講馬來話冇用啦，我同你講。